Hello， 今天武大师，今天我们要抽三侠义无侠义成双啊，有白玉堂，有展昭，展护卫。好，我的目标就是展昭，御猫展昭，御猫展昭，会火之呼吸跟水之呼吸的展昭，一定要抽爆。好，好，悲剧悲剧的，加趴数了啊！在我这一个月的奋力的每天单抽，到底抽到猫还是老鼠呢？我手中的宝剑便是王法。神经病！这应该会中了吧？拜托啊，给一下展昭吧！闭嘴，不要什么黑龙！拜托，值！这几个、啊？究竟是2、3、4、5啊！这个游戏很紧张，哪有陈世美啊？展昭护卫，干你娘嘞！干！干！是老鼠，真的是老鼠！我要另外一只老鼠！啊！是不是坑我？你预告片是领取，你是不是坑我？你好歹给我白玉堂嘛！我不想玩了啦，我不想玩了。我累积一个月的量，好不容易20抽加趴数，你给我领取，我要猫。我要猫哦，我要这只猫，我不要老鼠，老鼠是这一个，妈的，是怎样？我没有在演呢。第30抽，拼啊，试试看啊，没拼到就算了。好，第40抽，不一定哦，是不是继续歪哦？好，第50抽，那一定要拼啊！都已经歪了，一定要拼啊！哦，我看看你领取哦，我真是傻爆耶！脏话直接飙出来，很衰耶！不是哪有那么刚好的，刚好也是老鼠是这样。心累了啊，要第70抽了。猫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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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，有没有？好难抽、哦，给我一点。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，2、3，
张紧张，紧张紧张紧张，刺客刺客刺客，究竟是白玉堂？台语乱念，爱是都是展昭展户诶，到底是啥？有人看落去，不可能是老鼠，绝对不是邻居，讲错，拜托给我展昭，展昭啊！在下姓展名昭，字雄飞，算，啊！老鼠爱上猫，抓猫，不，讲错，抓老鼠抓起来。你知道八十两绝啊啊！这世界多么清晰啊！这世界多么美丽！这星空，这空气多么清晰啊！啊！然后对自己讲：这世界真美丽，这空气多清晰啊！这世界真美丽，这空气多清晰。哎，好多啦！在抽吗？我有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剩下77抽白玉堂。去聊任务。没有。去聊任务行，我跳进去啦。哎，我又跳出来啦 ！OK， 我有不好的预兆了，看来还是不会中了。哎，我不要再那个老鼠了，我不要再领取了，去聊任我行。完了，我被按太快了，怎么办？我压力好大，这比我工作上班压力还要大。去聊任我行，去聊任我行，干！你们观众都在怂恿我，叫我抽，我就跟你们说见好就收，我已经抽到我想要的展昭了，就可以收手了。花那40抽是没必要的。你看到时候我每日一抽到怎么办？很尴尬哎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再抽，等，干，没有。完了啦，剩20抽了，都是你们啦。好，只要趴树的话，就是有机会。去聊任我行，干！这家趴树还不让我中，你这不是在逼我吗？去聊任我行，白玉堂是这样念的吗？拜托啊，给你面子吧！哎呦，77耶！拜托中！哦，有了，这个再没中哦，就尴尬了。第一个，不要第一个，这是啊！我先替你主持公道。一定要这么紧张吗？你看，
你看看出来了，白色的东西啊！你们看出来的白白的东西出来的，还热热的。你看老鼠，我说的是老鼠。咖啡哦，好了，我们这次花了八，应该是150抽了。啊，出来了！啊，然后可以录到两个人的招式了，可以录完整一点。这礼拜应该礼拜六、礼拜日可以上传的。怎么报警？怎么没礼貌？没有啦，就是主要是这两只都抽到了。其实原本想要说是转招，九月还不知道出谁。好啦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啦，看一下天赋的部分。应该是150吧，应该是150，没记错的话150。其实，我记得白玉堂的招式好像有一招被砍，对，反正就是150抽中领取白玉堂跟斩招啦。好，等一下我再按遗迹对话。那斩招的部分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啦，三格内没有满血的单位，这个没有写。友方还是敌方，他写单位，所以单位就是指，友方敌方都算，这一点加全属性8%，我觉得很赞诶，我是觉得这个蛮赞的啦，所以我当初才想要抽展招，再来就是因为他会水之呼吸跟眼之呼吸，啊，十步一杀，不是，讲错，不是十步一杀，是什么？十步一人，十步一人，这个七力技太帅了，哎，自己没满血算也算吗？哎，有可能哦。詹某所求不过是公义与正义，为黎民百姓，为天下苍生。再来就是剑牢的地形啊，他剑牢地形每一个回合可以触发两次。那敌人只要打掌招的话，就对敌人那个中心施加剑牢地形。那剑牢就是触发再移动跟自身的再行动。那暴击率是-20%，这个感觉在 PVP 应该是有相当用的干扰作用啊。那你说 PVP， 跟斩招比的话，因为白玉堂哦，白玉堂的那个招式是可以动两次，这个实在太就是真的很好用了。你说以打 PVP 它就可以攻击两次了，虽然只有0.3倍，但是它可以偷取敌方的 buff， 所以也是蛮干扰性是蛮强的。对啊，因为毕竟白玉堂是御风啊。可是如果以天赋像打 PVE， 我会蛮喜欢斩，但白玉堂也是好用啦。但是我单纯是因为斩到帅，就这样。那你说台服之后出的话会不会抽？肯定是会抽啊。这两只我应该也是会抽的。不过这次联动还不错啦，就是两只都有中。对，然后之前哦，千与幽魂那时候我是中。小倩我就收手了，燕子小就没有事了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啦。然后哦，白玉堂的天赋跟大家讲一下，白玉堂天赋是行动时无视敌方的阻挡哦，这一点是最大的好处啦。因为现在好像只有白玉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印象中，嗨，罗伊那你位移之后，你再穿过一个敌方可以获得侠翼。那我记得侠翼三层的话，好像可以再行动一次，就是可以再移动啦。然后穿越一个敌方可以获得侠翼之外，可以偷取一个随机友谊状态，然后再来这个追风感应又可以偷取，所以要试一下。我不确定追风感应这个招式穿过敌人之后，除了偷这个招式的友谊状态可以偷之外，天赋的这个友谊状态会不会跟着偷了？不晓得，应该是一起吧。我试试看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，是不是有点冲突，还是不冲突？每穿过一个敌方，攻击也算穿过啊，所以应该算吧。哦，对，见血可以飞。哦，对好，还有见血。哦，见血对。哎，紫风可以无视吗？紫风好像不能无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在用见血。紫风可以无视，紫风好像不能无视，对不对？紫风宙斯。然后天赋是每一个游戏状态可以提升伤害跟暴击，主要是这个你偷到的状态又可以加伤害跟暴击啊，最后可以到12%。
哦，结果吃那个朝鲜饼干，哎，是御风都，是御风都可以吗？哦，不像御风都可以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是这样吗？他没有特别写，啊，为什么白玉堂上特别写？对啊，那为什么白玉堂特别写？是这样吗？我试试看。对嘛，武士组长应该就几个招，对啊，应该就几个人可以吧？我有见血吧？看一下，这边的没有啊，有。对嘛，有特别写才有啦。行动时武士敌方角色主导，对，见血也有。然后小剑剑，你说剑魂也可以穿，对嘛？我是记得。我是记得有特别写的才算呢。好，大家都这样子啊。那白玉堂天赋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我是觉得不错。然后他有这一招追风赶月，剩下的就一般般吧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又是风镜啊，还有一个风镜射程减一，然后有一个阵法这样，异属夺风阵，然后仗义疏彩暴击提升这样。这个这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了，这边就特别讲了。然后他的大招是狂歌动九霄，一个提升暴击率，然后获得残灭状态，好，持续两回合。然后封麦，所有被动九霄消失。OK， 不过这个就跟小线的方式不一样了。小线是那个周围的那个范围内都会算，所以他可以无视敌方的遮天蔽日，可是。白玉堂这个应该是不行，应该是施加上去的，所以应该是不行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哦，是张艺书才被砍。那斩招的部分，就一个烫海补烟嘛，然后施加剑挠地形，然后一个是这个萨塔，物理免伤提高10%，这个基本上应该必带的、啊，然后跟骑士。这是比剑品还要好的被动还要好多了，就这样。那十步一人，武士敌方护卫攻击大于敌人哈，就是不管有没有护卫没关系，只要放这招都可以打到。然后驱散对方五个 buff。然后假设目标处于友方的剑脑地形上面呢，就伤害提高20%。欸，其实蛮好的，加20%，然后又加天赋的属性。8%，三星的时候是8%，所以我觉得都还不错啊。啊，展昭很帅啊，就这样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是150抽三绝 ，OK。好，忘记了，展昭有时装，有个猫猫，一个小猫猫。从前倒未想过，这替人办差要走得了阳关道，也要走得了独木桥。哇，那个竟然喷火哎、欸！好单调、啊，单调多了。这样，这是升了上品一品官，是不是？这眼神好像怪怪的。好，没有，眼神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看一下白玉堂。哇哇，这个老鼠也太肥太壮了吧？不是肥，是壮。啊，白玉堂，哎、欸，白玉堂是不是也会抖啊？有吗？有抖吗？嗨，米歇尔，有抖吗？看不出来。等来日，我在这那圣上的后花园走上一遭，岂不名传天下？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。你要是等来日，我在这那圣上的后花园走上一遭，这次行头除了兄弟几个，可是没事。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。你要是等来日，我在这那圣上的后花园走，这次行头除了兄弟几个，可是没什么。等来日，我在这那圣上的后花园，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。你要是嚷，我便是一刀。干大事的，干大事的，漂亮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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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立辉会抖，立辉会抖，赞赞，喜欢。